开场就超嗨。15日下午由电台主办的流行音乐奖在西门町街头举办记者会，要来追上打头阵飙歌，曾沛慈也带来抒情歌曲让粉丝们一饱耳福。除此之外，14日刚过完生日的王子边唱边走入人群，与粉丝自拍互动，让现场陷入混乱。在接受访问时，王子竟意外被曾沛慈翻白眼。最后一次过二字头了，明年呢可能就不要再问。OK， 还好你看起来很年轻。对，头。一字头，一字头，对，是王子啊！我说你有看到隔壁 J 爽的表情了吗？